那我们来喝一下这个油甘子和这个草果的一个对，草本液体。这个你已经买了你两不要在这插嘴了，哎呀！为什么我不能插嘴？真无语，真无语。跟谁说真无语？倒这么多，天哪！先尝一下，就没到嘴之前呢，有一个清香，但是嘴巴沾到一点，全部就是一个中药的苦味儿。我天，太苦了，就是闻着很香，好香好香，然后吃到嘴里，好苦好苦。我光闻着我都能，难以下咽，我天！我都快爆炸了，这也太苦，光味道这，你别说话。好吧好吧，我再也不说话了，再不就说是话。喝了呢，如果是正常人的话，应该就是有助于消化。但是我呢，就是说，就是我好像就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拉稀。嗯，对，我觉得可能就是得吃一点那种烂香蕉什么的才能拉稀，但是我也不吃烂香蕉。在线打人，来表演一个在线打人。这里有我的东西吗？看我画的。你别打扰我好的。啊！哎呀，姐姐，谁是你姐姐？我不是你姐姐。你别说话了，我知道。我大爷呀！我不叫大爷。现在喝的是一个油甘子和一个像草果一样的，它们的一个混合的一个液体。谢谢宝宝。今天就说吧，我现在感觉到这个油甘子的神奇了，就是喝的时候很苦，但是它的回味很甜，挺好的，就可能慢慢会喝上瘾了。因为我第一次喝这个时候，我还没有吃那个油甘的果，还没有领略它的这个一口地狱一口天堂的这种神力。一口闷是吗？刷筷子一口闷，别老给我提要求好吗，大姐？刷完筷子，一口闷，我这一瓶我都能喝下去。泰国，不过年，但是我买了对联和鞭炮。今天初几呀？今天初几？香蕉皮可以吃，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。今天初八了，大后天是我生日。生日的时候，大家想看我喝什么汁？可以帮我想一点创意，扣在公屏上。现在是中午11:29，吃肉不吃人肉，面条汁不吃，榴莲汁。哎呀，不，榴莲网购，不知道它能不能到。瓜子汁，瓜子榨不出汁，草莓加苹
草莓加苹果，草莓行，好自为之，厉害。牛，橄榄果汁，小火汁，好像 OK。牛，芹菜汁，臭豆腐，生姜汁，生姜汁可以有，好有创意。冬枣加香蕉汁，柠檬苦瓜，铁汁，必须小火汁，墨汁，我天，这都啥呀？草莓汁，山药汁，铁汁，我天，铁汁，铁能榨出来汁吗？巧克豪利汁是啥呀？大蒜汁，不吃大蒜。喝的是一个油柑和草果的一个，应该是果汁吧。反正这个东西我买了半年还是一年了。今天没去那个早市，家里没东西，就吃个这空空汁。空空榨出来是啥汁？小麦果汁、小孩汁、苹果胡萝卜汁、铁水汁、香菜，香菜不吃，美人汁。碳酸饮料不喝，这个不过期，它是酵素那一类的，就像那种越陈年越贵的东西。小孩汁、茼蒿汁、萝卜南瓜汁，他们说让我大后天过生日的时候喝一点小孩汁。别个嘴啥意思吗？喝一点小孩汁，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？我觉得我已经有理由上楼了。哎，你别走，你吃我，我不吃你，不吃你，吃你干嘛？哼，小孩多的去了，光你一个人是小孩。玉米汁，苦菜汁，链接一下他的性格与世界。它就是又苦又甜，它的回味很甘，让你好像骑了一个老乌龟在距离地面 1.5 米的地方飞行，就像那个魔毯那样子飞。但是老乌龟很大，它的身长大概是 1.5 米，它的腿也都很粗。然后你就坐在他的那个盖子上，然后穿了一个长裙子，就是这个裙子要比脚在他的裙摆比你的脚面再长出一个50到60厘米，因为你是在坐在一个 1.5 米的高空飞嘛，这样裙摆它可以跟风有一点互动，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。就是说当你开始熟悉它的时候，就它的回甘，就是这种它这种回甘就是那种很闷的那种，就是说它不表达但是会有，然后就感觉是那种很沉闷的性格，就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比较闷骚这样子的一个感觉。然后呢就是它的那个苦味，你慢慢习惯了之后，就还有一点喜欢，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味道组合，又苦又甜，好像现在喝惯了，之前喝这个很痛苦，现在好像开始能够品到其中的回甘了，现在喝的这个是油柑子和草果的一个应该是发酵的一个东西吧，但是不是酵素，
它上面写的是草药。然后没有色素，没有添加剂，纯天然，1000毫升。啊，它有三种东西，三种东西写的泰语我也不认识。但是图片大家看一下，左边和右边这两种不是一个东西。谢谢宝宝，谢谢宝宝，大家把小赞赞点一下，小赞赞点一下。我这边是11:35，11:35。喝了这个之后，嘴里的那个唾液很多，就是我这样不动，然后那个唾液就全涌出来了，一大口唾液。那么这个油甘的果汁就先喝到这里啦，嘴里全是唾液，嗯，挺好的，这是一个好东西。